系咧，今日差馆好似怪怪地，叶 Sir 同 Madam 成朝都冇嚟过，做安乐咧唔见人。Madam 寻晚走咗，安乐去咗搵邓 Sir 睇下佢咩情况。你系张林啊？张强即系张林，系咪啊？阿天，放个假去休息一下，呢单 case 唔好再跟啊！放完假翻嚟，你想调翻去 MPU 又得。想繼續留在 NB 都冇問題。你想將單 case 交俾第二個部門啊？我啱啱同幾個大 Sir 傾過電話，一哥提議召開一個特別調查小組接手呢單 case， 其他人都同意，暫時決定會由西九重案 A 隊負責。如果你嚟問我意見嘅話，我反對。阿天。你覺得你仲可以繼續咩？當初答應俾你翻嚟接手呢單 case， 原因係你喺文華身邊做過卧底，你最熟悉文華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啊？文華都一樣熟悉你嘅。你覺得文華知我諗啲乜嘢咩？我唔肯定，但係我唔抹殺呢個可能性。既然有呢個可能，咪將盤棋交俾第二個同事幫你捉咯 ，low hard feeling 喎。我已經死咗兩個好朋友，我冇得翻轉頭。周 Sir， 麻煩你同一哥講，我對呢單案好有信心，只要俾多一個月時間我，我一定可以破案。就憑你呢一句説話，你覺得我可以講得服一哥咩 ？Jackie 同楊 Sir 啊，係我哋 MB 高級警務人員。我哋連自己人都保唔住，你覺得上頭會信我哋可以破到呢單案啊？周 Sir， 你話俾一個字，我比西九重案更加信心破案，因為我安排咗兩個卧底喺文華身邊。係咩人？一個係徐安樂，一個係文華最信嘅女人張林。俾多一個月時間我，十日，呢個係我嘅底線。好。就十日。嚟咗啦！睇唔睇到啊？福田嗰啲货净系散剩咁多咋？我已经吩咐咗啲人，十日之内一定要全部散晒佢啊！呢度咁多箱货，一定唔会少过100公斤。要每日散十几公斤，有冇可能啊？就去趁扫毒乱嗰阵，先至要咁做。话唔系嚟紧呢十日，我突然间走咗咧。啊，系。萬一我真係走咗，
呢一度就由你去话事。当你散晒啲货之后，有两件事你要记住去做。第一，攞一成钱出嚟分俾嗰啲帮我哋做嘢嘅人，叫佢哋尽快离开香港。第二，就卖咗嗰啲钱佢，好似我之前俾你睇咁样咧。你叫我上嚟，就系想要我接手你呢个工厂。其实你呢排都好似几好啊，你个头痛都冇发作，会唔会你个癌细胞已经稳定咗？你自己唔知啊？我自己知自己事，我呢啲系叫做回光返照啊！我越系精神，我就越知道我嗰日应该好快就会到噶啦。我走咗之后，你同安乐真系要小心。叶浩天一定唔会放过你两个噶，最好等四五年之后先喐嗰笔钱，就更加稳阵。呢场仗唔好再打啦，啲货散唔晒算啦，我同你离开香港，我唔理有十日好定系一日好，或者个天唔收你有排挨咧。点解你想去边啊？我订机票。唔使，我边度都唔会去，我只会留翻喺呢一度打埋长仗佢。你唔好癫啊！我真系唔知道你呢度斗紧啲咩啊！丁阳玲死咗，叶浩天唔系要你批货啊，佢要对付你啊！佢捉你嘅时候啊，就算你点都好，佢都揾枪指住你啊！但亦都有机会喺我临走之前，佢拉我唔到啦。我同佢之间系冇话边个肯定会赢嘅，呢个先系呢一场游戏最好玩嘅地方啊嘛！你知唔知我净系打一个电话，唔使一个钟，呢一个工厂所有嘢都会冇咗。就系知道你唔会咁做，嚟陪我等一阵啦。半个钟头之后，我有个好消息话俾你听。咩好消息啊？我已经叫咗安乐出十公斤货。叶 Sir， 文文发咗个短信俾我，佢叫我依家即刻帮佢送批货。个地址我啱啱转发咗俾你，你会唔会派人嚟啊？我阵间应该点做啊？我而家带队过嚟，但你冇俾我哋拉到，要文华信你呢批货就要平安无事。嚟紧嘅日子，每一日都好重要。我哋每日至少要出到十五公斤可卡因，咁十日我就可以清晒成批货。点解你要揾安乐嘅？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嘅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